大家好，今天是保守主义十大电影竖评的第三期，《斯巴达三百勇士》。本片与《阿甘正传》和《勇敢的心》不同，片中的勇士们被黑暗笼罩，又被黑暗诱惑。如果说《阿甘正传》是上帝对执着者的奖赏，《勇敢的心》是世界对勇敢者的反馈，那么《斯巴达三百勇士》则是人类不屈于邪恶的象征。我想，不是所有人都有机会达到被邪恶统战的地位，自然也不是谁都有机会与邪恶达成交易。正如魔鬼梅菲尔德只会选择跟浮士德博士达成交易一样，邪恶也只会选择跟有价值的人交易。更糟糕的是，邪恶向来不会自称为邪恶，而是会伪装成仁慈的样子。正如电影中反派薛西斯大帝所宣称的那样，没有君王像他一般仁慈，像他这样一个仁慈的君王，如果赐下位极人臣的荣耀于你，你会接受吗？此时，你甚至无需跟黑暗和解，因为薛西斯大帝不再是黑暗，而是光明的化身。这个套路我们肯定非常熟悉。历史上，当人们匍匐在独裁者脚下的时候，又有谁会说他是黑暗呢？黑暗与光明不过在于人的一念之间的选择，赞美和诅咒也不过是因人而异的呓语。这就是本期的主题。如果诱惑足够大，你是否会跟黑暗和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电影《斯巴达三百勇士》的时代背景。这是一个城邦化希腊与大一统波斯帝国之间的战争。原本这是一场看上去实力极不对称的战争，从我们的角度而言，希腊根本毫无胜算，除了被波斯征服之外，也根本没有别的出路。电影中，大反派薛西斯一世的父亲大流士一世，在马拉松战役里败给希腊联军之后，波斯帝国一直对希腊念念不忘。薛西斯一世秉承父亲遗志，力图将希腊纳入波斯版图之内，于是就有了这一次波斯大军的远征。值得注意的是，薛西斯一世的形象在电影中被描绘成原始丛林中的酋长一样，但事实不是如此。波斯的文明程度或许没有希腊高，但也是文明高度发达的地区。薛西斯一世本人文化修养也不低。从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一书中，我们看到薛西斯一世的举动时而宽宏，时而暴虐，让人难以揣摩。在某些特殊时刻，他甚至像诗人一样心思细腻，感怀丧事。不过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希波战争是当时世界上两大文明体系的正面交锋，而不是文明和野蛮的交锋。这其实向我们展现了另一个价值观：孱弱的文明不一定是好事，过于孱弱的文明会像烟花一样，虽然绚丽，终会消散，而野蛮所留下的鲜血会浇灌文明的种子，就如同卡德摩斯的聋哑武士成长于血泊之中，最终成就了特拜城的文明。文明需要在野蛮中生长的观念，也是保守主义时常被人误解为野蛮的原因。保守主义呵护文明的种子，让文明不至于在过度的孱弱中消亡，而文明的过度孱弱就是斯宾格勒《文明季后论》中的文明衰败期，终将归于极灭。无疑，至少在电影中，斯巴达三百勇士成为希腊文明的守护者。我们接下来按照电影的顺序分段分析电影中隐含的保守主义思想。一、法律和议会的根本。斯巴达三百勇士所维护的是什么呢？许多人无法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只是笼统地回答古希腊文明五个字儿，敷衍了事。电影中斯巴达国王利奥尼达斯所维护的正是斯巴达的法律和议会精神。利奥尼达斯维护的是法律和议会推翻自己决定的精神，更维护了国王必须遵守法律和议会决议的精神。这是东方人难以理解的事情，国王为什么要遵守法律呢？如果法律制约了国王，国王岂不是更应该愿意废掉法律才对吗？这就是西方文明核心的价值观，
国王必须在法律之下。这是出于对法律的尊重，斯巴达勇士们才有勇气拼死保卫自己的国家和法律。服从法律也是电影给出廖利达斯只能率领300勇士去作战的原因，因为法律已经决定斯巴达不参加希腊联邦的战争，廖利达斯如果率军作战则是违法的行为。但是我们看过电影都知道，斯巴达必须参加这次战争，不然等其他城邦都被征服之后，斯巴达也必被征服。那么廖利达斯是不是可以违抗法律强行率军出征呢？这显然不行，有两个理由证明这不行。其一，如果他强行率军出征，那么他和薛西斯一世有什么区别？其二，议会和元老院来自前线的勇士都不会支持他强行出兵的决定。如果他强行出兵，在斯巴达法律会判他死刑而不是放逐，这是一个能够判国王死刑的国家，不知道你有何感慨？最终廖利达斯选择率领300勇士以志愿军的方式参加了这场战争，这样做不违反法律，这纯属个人行为，这是国王和300勇士的个人意愿，而不算国家意志。廖利达斯不是以国家元首的名义命令大家参战，而是以个人名义号召大家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志愿军这样的军种。它的标准很简单：一，不代表国家意志；二，所有人都是自愿参加。说到这里，你是不是觉得有点穿越？有没有引发一些有关当代史的感慨？二，快意情仇的感觉。斯巴达300勇士的志愿军已经组成，接下来就是战争行动了。当斯巴达勇士们来到温泉关附近的时候，他们看到了一个被波斯人屠杀，尸体也被挂在树上的希腊村庄。斯巴达人没有悲伤，他们有的只是愤怒。他们在温泉关构筑防御工事，当他们将波斯人的尸体垒在墙里的时候，波斯的将领怒斥他们是野蛮人，并诅咒他们将为他们的野蛮付出代价。这里又回到了我们当初的那个问题：同态复仇可以吗？圣经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复仇方式可以吗？我们暂且放下这一个问题，来看看圣经的另一个说法：打右脸给左脸。在神学上，一个代表旧约，一个代表新约，这是一个对待仇敌时非常明确的神学分歧，也是在现实做法中的分歧。这或许是左右之间一个较大的分歧。左派一贯讲泛爱，右派则始终如一坚持边界类的爱。讲大爱的人总是会说上帝差遣了多少他的门徒到世界各地宣讲他的大爱，但是他们忘记了这些门徒背后有着船坚炮利的武力的支撑。如果没有这些武力做后盾，门徒们会像初代使徒一样被砍头、被生烤、被非洲土著吃掉、被义和团剖腹挖心。由于人的能力有限，人的力量有限，人的生命也有限，我们不能以有限的人生去僭越上帝无限的爱，我们只能在边界内构筑好自己的爱，然后再通过宣教等行动将边界慢慢扩大，这才是展示爱的正确方式。正如电影中波斯人明确告诉斯巴达勇士，你们的老人、儿童、妇女都将变成奴隶，而你们没有机会，因为你们将变成死人。斯巴达勇士作为回击，必须展现他们的勇敢无畏，来保护自己的人民不会成为波斯的奴隶。在这种情况下，快意恩仇的方式有助于震慑敌人，有时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展现了自由的精神，以及如何维护自由和为自由需要付出的代价。三，自由的代价。自由的代价是什么呢？有时候是财富，有时候是牺牲，有时候甚至是生命。假如我用$5,000买你的自由，你会说对不起，自由无价。那我用50,000呢？50,000呢？500,000呢？当自由用价值衡量的时候，那就已经不自由了。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强者对弱者的剥夺。
那么又假如我用你亲人的生命跟你换自由，你换不换？甚至如果你不肯放弃自由，我就直接剥夺你的生命，你怎么选择？不要以为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对于利奥·雷达斯来说，这是真正的选择。出战过后，薛西斯一世和利奥·雷达斯第一次见面，薛西斯一世许诺只要利奥·雷达斯肯让路，就让他成为整个希腊的国王。利奥·雷达斯自己也说，这是一个无法拒绝的条件。我们想一想，利奥·雷达斯原本只是斯巴达一地的国王，而且受到诸多限制，且在法律下无法为所欲为的国王，只要薛西斯愿意帮助他，他就可以在希腊为所欲为。但是利奥·雷达斯拒绝了，拒绝的理由在于臣服于薛西斯之后，他将从一个自由人变身为薛西斯的高级奴隶。我们从战场上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打了败仗的波斯将领被恼羞成怒的薛西斯砍掉了脑袋。如果利奥·雷达斯选择投降薛西斯，最终是不是也无法逃脱这样的命运呢？利奥·雷达斯肯定不知道，他也不会去想，因为他根本不会这么做。这是薛西斯第一次劝降。此时薛西斯不仅爱惜利奥·雷达斯的才能，希望将其收归自己所用，同时也希望尽量减少波斯军队的损失，更希望能够节省作战时间，以至于不要延误整个战局。因此此时利奥·雷达斯投降的筹码比较多，也能换得好一点的待遇，但是他拒绝了。拒绝之后就开打，斯巴达勇士们如砍瓜切菜一般收拾了薛西斯不知道从哪里搜罗来的千奇百怪的大军。具体战争画面我们就不重复了，血腥的古战场经常在电影的慢镜头中显示得淋漓尽致，让人享受着毫无保留的感官刺激。最终由于叛徒的出卖，利奥·雷达斯等人被包围在一个狭小的空间里，此时薛西斯要他的性命只是挥一挥手的事情。但是薛西斯还是第二次提出了劝降要求，这是什么原因呢？此时薛西斯非常明白，战斗已经赢得非常难看了，这一仗斯巴达人打出了血性，打出了气势，如果让希腊人知道这个消息，薛西斯征服希腊的霸业基本就没什么指望。因此他迫切希望斯巴达投降，让永不屈服的斯巴达屈服，这显然可以重挫希腊人的士气。同时利奥·雷达斯与斯巴达勇士的作战能力他也看在眼里，更是希望将他们收归帐下。基于这些原因，薛西斯依旧希望利奥·雷达斯投降。此时利奥·雷达斯面临着生命和自由的选择，其他任何东西都可以选择放弃，唯独生命只有一次。生命和自由之间如何抉择呢？我们不妨看看除了自由之外高于生命的东西还有什么。我想我们之前都提到过不少，例如城邦的法治精神、城邦里的人民以及城邦的文化。有人会问，既然我生命都不在了，这些身外之物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这一点是西方的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十分看重的东西。在他们看来，如果失去了自由，生命还有什么意义？而东方人的观念普遍则是，如果失去了生命，自由还有什么意义？可见这是价值观的碰撞。我们不妨说一下失去了自由，生命的意义所在。这就到了我们说的第四点，文明延续的意义。众所周知，如今世界文明传承了希腊许多遗产，那么我们假设希腊被波斯所灭，希腊的文明成果还会存在吗？这就是利奥·雷达斯为之战斗、为之舍命的东西，在我们看来却是非常不重要的东西。高于国王的法律为什么重要？利奥·雷达斯自己也有儿子，他深刻明白，只有法律才能保证他儿子的自由，而只有自由的人才能开出美丽的生命之花，才会有后世那么绚丽多姿的文明形态。可以说利奥·雷达斯的牺牲不仅保存了古希腊的希望，也保存了当代文明的希望。利奥·雷达斯在历史上也不过是一个渺小的人物，但正是这些渺小的人物组合在一起，才有今天看上去还不错的世界。如果没有他们，薛西斯们残暴的足迹将遍布整个世界。他们肆意奴役人们，他们喜怒无常，他们好大喜功，他们只要乐意，你就不得不流血牺牲。那么我请问，利奥·雷达斯保护了谁的自由呢？
廖里达斯不仅保护了当时的希腊，也保护了如今的我们。如果没有他们勇敢地站出来跟黑暗战斗，我们的世界终究将被黑暗所笼罩。廖里达斯自己能预料到当今世界的结果吗？我想他应该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愿意也乐意为了自由这么做，他也这么做了。世界有幸，人类有幸。五，内部的腐化。我们知道，再坚固的堡垒也可以从内部攻破。薛西斯自然不会放过这种大好机会，他动用金钱的力量，从内部开始瓦解斯巴达的战斗力。电影设置的情节就是收受了波斯贿赂的议员，千方百计地阻挠斯巴达人作战，并且在廖里达斯出兵之后依然不依不饶，发誓要用法律的力量严惩廖里达斯。而在战场上，另一个斯巴达叛国者出现了，薛西斯用金钱和美女收买了这个毕生都未享受过快乐的斯巴达人。叛国者同意带领波斯大军从小路绕到温泉关后面，真正意义上包围温泉关。议会中有叛国者阻挠，战场上有叛国者带路，而薛西斯使用的筹码不过是金钱和美女，这就是人类的悲哀之处。廖里达斯不愿意放弃自由接受奴役，但总有人愿意为了报仇放弃自由。这些叛国者就是这样的人。在议会中，廖里达斯的王后出于愤怒杀死了议会叛国者，而叛国者的身份也由于身上的波斯金币掉落而败落。战场上，廖里达斯怜悯地对叛国者说，希望你永远活着。廖里达斯在最后一击的时候杀死了谈判官员，也试图杀死薛西斯本人，他唯独放过了这个叛国者。我想他应该明白，这种以出卖自由为代价的人无需惩罚就会自我崩溃，就如同出卖耶稣的犹大一样，耶稣根本不会去追讨他的罪恶，相反，耶稣更是怜悯他同情他，而不计较他的恶。说到这里，我们来联想一下今天的美国，一个正在被金钱憎恨美国精神的移民，左翼思想侵蚀和渗透得像筛子一样的灯塔国，一定会深度地刺痛着像廖里达斯这样的自由战士的心。六，最后一击。影片来到了最后，也来到了最让人动容的地方。一个士兵跑过来告诉廖里达斯，叛国者带着波斯大军抄了后路，他们必须撤退才能够保住生命。那么廖里达斯和斯巴达勇士面临着一个不算难的逻辑题，他们此时只剩下三种选择：一、投降；二、撤退保存有生力量；三、留下来等死。投降是不可能的选项，那么是不是应该选择撤退保存有生力量呢？不，斯巴达人的字典里似乎没有撤退的字眼，他们选择留下来等死。传递信息的士兵简直傻了，这帮人是疯子还是白痴？留在这里等死对于国家来说有什么益处呢？保存有生力量才能够更好地报效国家，不是吗？但是斯巴达勇士们义无反顾地选择跟随国王在此地战死。他们为什么这么做？我想以我们所积累的认知很难完全解读这个行为的合理性。我只能说，他们这么做不仅是为了遵守斯巴达人永不撤退的规则，也是为了向波斯人彰显勇气和鼓舞身后的希腊各城邦战士继续战斗。只有铁和血才能击败波斯，这是斯巴达三百勇士留给全希腊人的答案。于是最后就有了薛西斯和廖里达斯的谈判。廖里达斯佯装投降，然后出其不意地杀死了谈判官员，也险些杀死了薛西斯本人。一击失败，国王和勇士们倒在波斯人的箭雨之下，全部壮烈牺牲。如果我们在战场上遇到这样的疯子，会作何感想？这样的人对我们的心灵震撼无疑是非常强劲的。我们又或许会想，难道斯巴达人都是这样吗？带着这种作战阴影，之后的战斗结果如何，恐怕猜也能猜到了。电影看到这里，我们不妨再说一说电影故事所处的背景。波斯帝国当时是一个盛极一时，一个大一统的帝国。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大一统和大一统彼此也有高下之分。
比如巴比伦以及之前的亚述也都是大一统的帝国，但是相对而言，亚述和巴比伦相当残酷和残忍，波斯算是一个相当宽容的国家，它的政策非常的宽大。我们通过圣经发现，正是波斯人启动了让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的计划，他们的宗教政策或者说民族政策以及地方政策都是相当宽大的，基本上给你高度自治。所以说波斯是有两面性的，我们说这是一次文明和文明的碰撞，就是基于这一点。但是虽然波斯是一个不错的帝国，比起希腊来却又是一场灾难，因为不能让温和进化后的独裁来吞并野生的自由。据希罗多德历史一书的记载，波斯历史上有一个叫做司马特斯的篡位者，由于非常有趣的原因当上了国王。这位篡位者后来被人发现，就被大臣们干掉了。起事的是七个大臣，其中就有大流士，也就是薛西斯的父亲。这七个人面临着一个历史抉择，就是国家以后要采取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其中一个人叫欧塔列斯，他的主张就是今天所谓的民主制，而且是泛民民主，就是要全体波斯人参与管理国家，这跟雅典的公民民主也不相同。欧塔列斯说完后，另外一个叫做美加比佐斯的人发言，他的意见是民主有好处，但问题更大，应该让少数人来统治，他的主张是寡头政治。在他之后，大流斯是第三个发表意见的，说来说去表达了独裁制度最佳的意见。最后七个人投票，四个人赞成大流士，就是还是要君主制独裁制，七位寡头是以民主的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立了独裁制。那么第一个提出民主制的那个人说，好，既然你们都同意，看来必须咱们当中有一个人当国王了。我先声明，我不跟你们竞争，我不想统治，我也不想被统治，我就要求一个特权，就是我和我的子孙中任何一个人都不受你们六个人中的任何人支配。其他人也就同意了。很不幸，波斯最终选择了独裁制，这就是希腊必须打败波斯的原因。其实对于波斯而言，选择民主制的不好之处正是在于民主制无法发挥国家的最大能量，也无法征服周围的小国。试想，每个自由的民众都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那么国家如何才能发挥应有的实力呢？这也是东方人始终无法理解西方民主国家的原因。而希腊之所以能对抗波斯，凭借的正是自由联邦的动因和力量，这真是一种讽刺。最后，在温泉关战役之后，雅典人深受鼓舞，他们放弃了雅典城，决心在海上和波斯军队决战。雅典军队在蒂米斯托克里的率领下，在沙拉米斯海战中击败了波斯军队。战争结束后，还有一些有趣的事情也可以说一说。波斯人去问希腊的一些逃兵，说现在战争期间你们希腊人在干什么呢？那个人就说，希腊人正在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举行各种比赛，还有赛马。然后波斯人又问，那你们获胜的奖品是什么呢？这个人就说，获胜的奖品就是一个橄榄枝编的头冠。于是波斯人中一个有识之士就忍不住哀叹，他说，波斯人呐，我们来以兹作战的，这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你们还没有发现吗？他们去比赛居然只是为了荣誉，而不是为了金钱。另一次战役中，斯巴达人获胜之后，他们去搜索波斯人留下的帐篷，看到了许多金银器皿和五色花毯，又看到了他们留下的那些精美食材。这次战役，斯巴达的统帅是利奥尼达斯的弟弟帕乌萨利亚斯，他命令波斯厨师照着波斯的方式做了一顿晚餐，端上来以后，斯巴达人都惊叹不已，因为实在太豪华太奢侈了。于是他就让自己的厨师做了一顿斯巴达人的晚餐端了上来。帕乌萨利亚斯就把所有的希腊将领召集过来，指着这两种晚餐笑着对他们说，希腊人呐，我把你们召集到这儿来，就是想让你们看一看波斯人的愚蠢。那些每天吃着这么好饮食的人，居然想跑到我们这儿来夺取我们这么可怜的饭菜。这也许就是保守主义的另一种价值观，我们为之深深战斗的究竟是什么？我们看到斯巴达300勇士要的是信仰、荣耀、自由与勇气，
这是他们为之战斗而得到的奖赏，它能成为我们今天追求的信念吗？今天的保守主义电影述评就说到这里，下期我们评述《魔戒》三部曲。